跟你讲，今天是美娜还的，剩十秒，美娜超强的，屌虐夜叉，你看清楚了。黑暗即将降临，我直接反手一个外圈刮，来打我，怎么可能打过我？你看，夸张吧，各位！再多一个，再多个纳克罗斯一样伤啊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要怕我！过来！你要去哪里呀、啊？谢谢，赶快上！我们家美娜跑超快的，好啦，算很快，但还是赶不上，没有关系。哎、欸，太狡猾，干嘛？这样，靠！怎样？家里没大人了？干嘛？戳他！哦，好烂。哎，好爽！外圈一个瓜，来来来，打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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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用力的用力的用力一点！等下太用力了！哎呦！啊！好了，没事啊。美娜真的很鬼，这一版有点问题，她打这个夜叉哦。十零开，各位，尽情的打吧，不用紧张。我第一次玩就打营业差了，非常的狡猾。干嘛啦？你看，你看，他又在耍狡猾了。那我清兵也是巨快的，没怎样啊，没怎样啊，而且跑超快的，跑线支援样样精，又有控场，伤害又够。角色是啥角？好痒，好痒，好痒！大力一点，再大力一点，再大力一点！啊、哦，再大力一点！就是这么爽，对不对？哦，你看这个吸血哦，耶！哎呦，这个我不陪你玩，你自己去玩。过来啊！狡猾。来帮了，我来帮了，来帮！不要吧，哎、欸，傻小，干嘛？这个人，妈疯子！你看他怎么能打过我？发疯了！他再继续打吼！哎、欸，差点就可以外圈一个反手刮！哎呀，没差，我不在意啊，我们不在意啊，没什么吧，没关系啊，输就输了，是不是？冒充，这是一个强制性广告。我呢，没得卖。你可会玩吗？就是会玩，才不做买卖。全游戏无商城系统，不逼氪，装备全靠打。会玩才是新时代。RO 仙境传说。新时代的诞生，那我们感谢我们的 RO 仙境传说新时代诞生 Candy 爸爸大力赞助。那我们在收到这个合作以前，其实我就很想要玩玩看这个游戏，但是为什么没玩？很简单，因为我真的很怕我花太多钱。哎，但是广告刚刚都说了无商城系统，那我现在就直接给他玩玩看，这个跟我小时候玩的那个完全一样，直接变成高清版。我跟你讲，我当年的时候我都选女生角色，
就多做赘述了。但是呢，现在这个 RO 仙境传说新世代诞生，它还有 2.5D 跟 3D 的模式，视角直接随便我调。你们看我的角色，有点色情啊！哎呀，我喜欢。我以前呢、玩的时候都在想，大家选什么职业？玩刺客肯定是最帅，所以呢，我以前就是玩刺客。现在的我也想要玩刺客，不失帅度嘛。但是在选的时候，这个还可以看说要先选什么职业，你可以先玩看看，看这个到底是不是自己喜欢的。哇，我跟你们讲，现在这个 3D 版的角色，这个角色看得起来比以前更漂亮，为什么呢？拿多更多服装道具可以用。等等看我分享给潜在，他最喜欢玩这种类型的游戏，而且现在养成自由度超级高，技能属性随便搭配，想怎么点就怎么点。他说他是三种货币稳定经济结构，而且还不提供付费商城，但是他玩远了摆摊的玩法，会玩才是新时代。另外我跟你们说，除了打怪练功以外啊，他这里还有一些生活小游戏，像我平常最喜欢在那边钓鱼、园艺，还有烹饪。但是嘞，你想要增加这些额外的技能，只要在RO仙境传说新世代的诞生里面，就可以体验到这些生活小技能。我现在要来这个普隆德拉玫瑰红酒馆，但我今天不是来喝酒的，是在找人的。是谁呢？我们来找林志颖。记得林志颖吗？各位，赛车与音乐兼顾的男人，第一次看到他本人，虽然不是在现实生活中，在游戏里面，但没有关系，你直接在游戏里面跟他一起合照。而且我跟你们讲，你看我现在按这个喜，给这个 new， 给你的爱，这个乐，他都会给你不一样回应。哼，赞哦，真热情。而且除了这些互动以外，我们还可以透过这些前置任务来开启和林志颖先生的好感度系统，而且提升好感度可以做什么？但是可以收到更多小智的神秘委托，而且可以帮助他完成音乐与赛车的梦想。现在重回最初感动，只要把你的手机打开，然后下载 RO 仙境传说新世代的诞生，就可以玩了。以前还要下课回家赶快开电脑，现在不一样了，你只要在捷运上把你的手机拿出来，你就可以玩到游戏了。快点击下方的资讯栏连结，我在天使之吻伺服器，赶快来找我一起玩过来。转线，我们这边完全不对了，我们要输了，真的要输了。但没有关系啊，输了就算了嘛。这个德鲁伊啊，被插到，叽叽。罗想笑，等下是实话。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怎么那么会靠？这个是谁啊？这个美娜，谁？啊啊，是那个海牛吗？很强的那个。怎样啊？怎样？看这些人真的是哦，前面竟然是偶在冲吗？哎，想到吧，好厚好厚，妈的！叫我下次多注意，哈哈！哇哦，我被教学了啦 ，Oh man， 我会加油的。谁是你爸爸？谁在背我？谁在背我？滚！谁在背我？谁在背我？谁在背我？啊，怎么我被聘登了？刚刚什么事？哦，这肯定是要硬要追的，跟打野的生命呢，不追不行啊，不追就是白痴了。一张必涨的股票，你不买吗？不买就是脑包，我说一下，虽然没有这种股票了，
我觉得这把能赢啊，你们怎么看？我是觉得哈，好，开玩笑的，我就输定了。哎呦，我尽力啦，我把他控下来了呢。他刚开清醒，硬是把他压下来了。杀队友都非常之疯狂。哇嘞，怎么有个 diamond 啊？我们这里怎么有 diamond 啊？对面都 S 星啊，啊我们怎么有个 diamond？diamond 是 diamond 啊？怎么有 diamond？